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辣椒足球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，请关注公众号“体育财经”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分析德甲拜仁慕尼黑对战沙尔克，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拜仁慕尼黑实力强劲，近20场各项赛事全胜，主场优势明显。近12场各项赛事11胜1平，保持主场不败，是上赛季德甲联赛冠军，火力相当惊人。客队沙尔克近5场热身赛3胜2负，表现一般，但进攻效率不错，5场比赛都有进球。球队在客场表现呢比较一般，客场场均失球多达1.82个，后防线演出相对不稳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2.25，尽管在季前赛中没有参加任何一场友谊赛，但拜仁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竞争节奏。拜仁一定会以一场开门红开启他们的新赛季。本场推荐拜仁减2.25。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“体育财经”，或者微博搜索“辣椒足球推荐”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划着划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